王生死斗的 L， 美被参赛者跑过长谷坂，并且不被苦苦追赶的魔王撞落水中，在最后奋力跳上黄浦坂过关了。美被一人各种爆笑动作花招百出，各位看官请看。魔纹生死斗，是的，男女生都要玩，只要不被撞下水，跳到浮板上急转过关。来，你们先派，我们派出代表先示范，我们派出的就是麦麦。因为你一定够低，对啊，关掉太远了，打死追不到。木兰的表记好，好嘞，准备，然后听到哨音才开始跑，预备。不是每一个女生都做得好。现在我们就来派出这个，让你看一下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。派出身材跟她相当，应该也非常厉害的罗瑶瑶。这样一相较之下，你就知道正常跟不正常。没错，好。可是我腿比较短啊。好，那我跟你讲，那你一个特权的脚哦，可以到这个地方，对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，听到哨音吗？多这么多喽。听到哨音才有。好，预备。是蝙蝠侠，哇！哎，我好支持你，
蝙蝠侠，对对，蝙蝠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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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他这个不是用画的呢，这个是真的。好，听到哔哔声，等一下，爸爸。年轻就有四个子女了，他们很认真的说教弟弟教。我叫蝙蝠侠，叫我蝙蝠侠一二三。蝙蝠侠。好，有信心，果然是我生出来的。好，我会加油，我会加油。没有，你们站在这边都帮我说加油。好，我会加油的，你们在旁边看着，好不好？但是小朋友其实很聪明耶，因为你给他洗脑叫蝙蝠侠，没有，他回头还是跟你说加油，弟弟加油。好了，来了。好，预备，追他就算魔王不得，有没有？他自己也会在路上跟上。你看，就会有这种状况。好，所以他能跑完全程，算是他得分。蝙蝠侠终于觉醒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这边排除的就是徐梦辰。我觉得徐梦辰是没有被追到，因为自己这么肥那种。他是对，他前几次都有。我前两三次还蛮猛的，对吗？对，你要冲快一点。但后来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派出的是我，吴板王，吴板凡，吴板凡，瞧好，张超凡加油！哇，你整个倾斜，而且我大概是这样子，每次都倾斜，好不好？来，而且还不倒台的，来，听好了，加油，预备。因为他之前都是在空中被拦，然后跳到撞下去，啪撞下去，空中被拦截，然后所以剩下跑完的最后一棒，所以派出的就是我，是我，好玩不回事啊，厉害了，也是 turbo 型的，飞行，然后哎呦，他好冷酷哦，好冷酷，因为他动作就，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听沙溢你。算快速度力量是我的，所以这个关底下来是协正队是以3-1